他看到阿管的说：“哦，你怎么那么……”他有称赞馆长说：“哇！”我说：“我距离我全盛时期啊，我还少了二十，我现在剩不到。”我说：“少了27公斤。”我是没跟他讲我中枪了，怕人家吓到了。话不同，他说他心里会不会用？他心里会说：“哦，你是 gangster 哦，懂吗？在国外就是黑帮哦。”他说：“我就以我们台湾人，我你妈就搞教会呢。”你老马，你黑帮哦，不是，我硬邦邦 ，Power 真是一个很蛮好的人。我相信大家都以后在路上遇到他哦，你跟他打招呼，他一定会很亲切。我觉得他，我观察了一阵，他真的是很亲切的一个大男孩啊，人还蛮好的啊，然后真的亲和力十足，十足之外又自带小剧场，他有很多小剧场，比阿管还多，所以他是个嗨咖，我相信很适合我们台湾。然后真的很高，哦，很高，股价蛮大，股价很大。他看到阿管的说：“哦，你怎么那么……”他有称赞馆长说：“哇！”然后他们的体能训练师那个老外也是说：“哇，你这样。”练成这样，我说、我这个我现在还很瘦，我现在瘦了，我现在我说我距离我全盛时期啊，我还少了二十，我现在剩不到，我说少了27公斤，我现在108、106哦，我以前135，我说我现在这样瘦了，因为我是没跟他讲我中枪了，怕人家吓到了。好，我真的是他们的训练师还有他们的球员哦都很努力啦，然后他们的训练我觉得蛮扎实。包含这些，不要一直哦讲魔兽、他们的其他球员也都蛮努力的。我们台湾球员今天也蛮多跟我照相，也蛮他们训练也蛮努力的。反正我相信大家都在等嘛，我也在等嘛，等那天的比赛嘛，我们在网络上看嘛。他不知道我中枪了，我怕他吓到了。你跟外国人扯这个干嘛、啊？话不同，他说他心里会不会用？他心里会说：“哦，你是 gangster 哦，懂吗？”在国外就是黑帮哦，他说我，就以我们台湾人，我你妈就搞教会呢，你老马你黑帮哦，不是，我硬邦邦，所以我不敢敢讲，我不敢敢讲，好不好？我不敢跟人家，我不敢跟人家讲啦，对啦，所以我不要跟他吓到人家这样子，那下来就给我爱的抱抱，所有的 tattoo 很帅，抱一下说啊，走走走，我们就进去了吧。